走走走走走走走就是我爸了，宝贝，我大早跟他叫他爸，他吓到了。人家不要这样叫我，好不习惯。你在看我们的？对吧？看，你在看啦。哎哎，你好你好，是你玩的？对啊，是是是是。我叫你爷爷吗？不是，阿公。那我不叫阿公吗？对，阿公。我叫你阿公。阿公，儿子。我现在是你孙子了。啊？我现在是演你孙子。你孙子？是。你就别说强调。大家好，我是廖以翔，我这次饰演的角色是邱云平。大家好，我是助手，这次演的角色叫志龙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德欣，我这次饰演角色是高玉莲。大家好，我是侯怡君，我饰演角色是陈秋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水源，这次我演的是老 C 秋刘世昌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在多益城市里面是演三兄弟的三弟，我是蓝外光，然后角色的名字叫真牛金牛。大家早，我是王灿，我在剧中饰演一位就是喜欢拍照的杨三太。好，小弟崔浩然在此给您恭候大驾了。小弟演的杨情缘，多多指教，谢谢。大家早，我叫阿胖，在戏里面我的太祖和尚叫做叶金山，谢谢。早，我姚光，我演跟在崔哥旁边的经理。所以沈浩反过来，我就好演兵。我已经把足所有的责任我拢担起啊，别个已经拖掉了，放心啦。第一就是我跟你去抢黄金的时阵，都无参阮厝的人，啊，即摆才收着的。无啦，我唔是你意思，你莫乌白想啦。胖，果然就害到我了。你有要金包？你无要金包？你有要金包？我比较想问你，我无要金，我无代志。你有要金包？是安怎？石头一直放乱。我看他们提醒过你啊，叫你莫乌白好食。我在找希望啊。帮助别人有真侪方法。要不过，不论怎讲，拢袂用做这违法的代志啊！为什么去做任何代志，拢无你顾虑效果？你敢知你认为的救命承担，只有可能去伤害着别人？好，就你卖这么生气啦！你生气啊？是不是？好，就来了，好就你卖害羞去啦！生气归生气啊！有这里要做看吧。就是你根本就无了解这个社会是啥物，你无了解这个社会有杂质。爸，你袂当这样，你无讲道理。你有个，我就是道理。我无想要讲啊，我要走。啊，别走啊，别走。所以你爱讲笑，我刚刚烦恼你做了两派人，无时间来甲旁边。原来也是你了解嘛。宋俊讲了无唔对，我替大家敬你一杯，来。本场最重点。哎，一